刚才我是去那个 Shrimp Basket Nyman Road， 我现在说话的能力都被影响了，喝了一杯什么咖啡，然后呢咖啡里放了很重的药，说话能力受影响。 My ability of speaking got influenced already. Very negatively influenced. I mean, hindered. Ability of speaking got hindered. 明显的感觉到舌头转动啊，说话的这个灵活方式没对了，整个都没对。因为这杯东西里面，饮料里加了药，那个药的滋味跟我以前喝的那种 cream soda 呀，还有其他的一两种饮料里面加的那一样的那个回味，那种让人催眠的药，头脑抑制，当然有头脑抑制。你看我说话的能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和妨害，就是有头脑药加在里面。然后现在说话舌头转动不灵，像大舌头一样，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跟没喝药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但是他故意偷偷的，他偷偷做了，其他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那个人完全没有必要给我加任何药，我要杯咖啡而已。他这故意不给我做，然后做了其他三四杯其他人的东西，大概把给我做的什么东西全给别人了，正常的东西饮料给别人，然后专门盯着我整我，这就是怎么回事。今天晚上2018年12月24号晚上，现在是7:29晚上。从那就是 Target Store 里面 Nyman Road Target Store 里面那个 Starbucks 那个工作人员，他开始表面那一点还有臭的东西，又脏的又是药，那都给我下进去。其他还有几个顾客，他们拿的都是正常的东西，那其他几个顾客拿的东西，他盯着我整，又怎么回事？又下药又放臭脏的东西。我这边饮料喝了以后，说话的能力受影响，思维能力没有大受影响，但是说话的能力明显舌头转不过来了。妈的，这种药的滋味就跟那个以前我买的 cream soda 里面放的差不多的。我盯着我整，那 Starbucks 是我的那个我所拥有的一个 star 一个连锁店，妈，这些雇员盯着我整。2018年12月24号晚上7:30，后面响了几声，三四声啊。那个左后边的门，那个石头打在门上的声音，或者是那种橡胶轮胎的那个分叉，我想起了橡胶轮胎的那个橡胶带、橡胶绳子之类的东西打在门上的声音，有点类似那种声音。那是不是月亮？是月亮，圆月的时候都过了，一个大月亮，然后呢好像都不太圆了。又是一声，后面又是一声，两三声，又是一声，轻微的，两声，三声。那我在高速路上开车的时候，我故意用遥控的方式，又是一声，故意用遥控的方式，都已经噪音伤害，又是一声，很清晰的，应该录的比较清楚，又是一声，轻微一点，后面一个又是一声，我要改道的时候它打一声，做一声敲响声。遥控方又是一声，四分半钟，又是一声，很响的。那个装那个是不是叫机的人，不一定知道有装喇叭的或者怎么样，搞不清楚，怎么那喇叭给装进去？这是喇叭，遥控喇叭，又是一声。又是一声，石子打的，
只有左边左后面的门有这个响声，又是一声。左后面，这段记录要保存着。7:33，又是一声。让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看一看，听一听。Lawyer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都看一看，调查一下，又是一声，很响。又是一声。那主持公道的人，又是一声。主持公道的人，好好分析一下，好好的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发生了。又是一声。然后往左边看，看那辆大的卡车开过去。这个医生，将近6分钟的录像时间。你看，刚才我这开那辆大卡车，刚一转头，一声，又是一声，两声，小轻微的又是一声，又是几声，连着三声，又是一声。2018年12月24号晚上19:34，又是一声，很响，又是一声，又是一声，很响，又是一声，轻微一点。是轻微的，又是一声。晚上19:35，7:35，2018年12月24号晚上，这是有袋子旁边的声音，那种也是遥控的。以前有这种听起来像袋子怎么震动的声音，实际上不是，很响，而且这种声音。有一次我开车过程中，对我的骚扰的这种情况很厉害。那有一个什么 Mustang driver， 往右边去了，做极大噪音那个 Mustang driver。Mustang driver 故意做噪音的，经常有这样的。耶，那像是那个车发出的声音，是不是？怎么开过我旁边的时候有那个石头打车门的声音，就是那个车自己的那个引擎故意做了一下那种爆炸声，小那种爆炸声。8:34，哦 ，Simply Greek，Simple Greek 也关门了，以前叫 Simply Greek， 用了 Simple Greek， 那也关门了，都关门了。就这家 Cheddar's 独立的，有点儿不是连锁的 ，It's not a chain store。Cheddar's may still be open, but people give me bad. 放往我食物里放脏东西。They put dirty stuff into my food and drinking item, or food item at least. Just nasty. It's just nasty. I dare not go there. Do they know I'm the owner there, Cheddar's? People working there targeting me to give me.Bad food, dirt, I mean, targeted me to put dirty stuff into my food. It happened already, so I dare not go there now. 要知道我切了，朋友们，又是两声哦，很响声，又是一声。
他们早早的六点把门关了，有好几家。先是那个 Sony's Barbecue， 然后 Santino North David Highway， Sony's Barbecue 9th Avenue， Santino Pizza Store， Pizza Restaurant North David Highway 关门了，六点十二分开在那里。后来又到哪一家去看一看？哦 ，Chick-fil-A 六点二十一分到那里，大概。后来就怎么样呢？那个商店都关门，那个餐馆故意早早关门，不让我吃东西了。串通好的，奔斯高乐这几家餐馆是串通好的，过早的关门，然后不让我出东西，不让我去买东西吃。录了十分钟多。犯罪侵害活动者都已经犯罪伤害活动者最不喜欢我录东西了，我录的照片啊录像啊我会留给证据的，你的证据就有人主持公道的，全世界范围内有主持公道的人，主持基本公道的人会找到证据的。哦，这家也关门了 ，Sky's Pizza。今天大家串通好了，这些人串通好了，不让我吃饭。就这个叫什么来 ？Sushi Grill。I don't like Sushi Grill。那串通好的，后面紧跟一辆车，那个白色的，那白色的车紧跟那个，看到没有？白色的叫什么来 ？BMW。BMW。紧跟着我，故意做那个紧逼的那种。那后面，他们从我后面那个车，就像要撞上车一样的那种故意的。12分50秒，将近13分钟了。